是啊，肉蒲团就是叫大家组团一起去蒲肉吧咯。以全港首间 Meat Bar 自居的 Meat Menu 上面99%的菜式都是肉。有个订制的烤炉 ，rotisserie 喺度转转转嘅时候，滴出嚟嘅肉汁俾放喺下面嘅薯仔吸晒，做成一道半碟 ugly potatoes， 极邪恶，但真系好惹味。餐厅仲会每台都放一套特制嘅切肉刀同埋叉，原意就系鼓励大家 share 食物，咁样就可以一次过试到唔同嘅肉啦。